说是还好，但是要观察看看这个，这两个礼拜要观察看看，然后如果还不行的话，要再做很大的手术。晚安，吃饭了吗？吃了。Hello， 雷哥。Hello， 李无若，是吗？应水印。冰冷叶问。空邦啊 ，Wizard， Hello， 南门。Hello QLM 0825 Crystal， 刚喝汤，然后把舌头烫到了，很烫。为什么最近我很准时？哎，提早开吗？我有提早开吗？7:30不是吗？我今天应该是7:30吧。ジョンカニが来てくれたよ。久しぶり。クリス、大不如前。ペロズ、ちょさっきさ、スープ飲んで、やけどしちゃったん。シンスウォン。ハロー、シュシュ。毛舌頭、大毛舌頭。麻雀英文是会卷舌的、很厉害。?29 分、29分就開了、现在才半。才1分钟而已。才1分钟、为明天亲吻我。他的公主和香菇，没有存在感的黑流星，卡丘明龙，阿贵仔，阿春，香菇晚安，阿丽莎，海陆空，明龙阿春，雨景，哦那有你 boy 的服比较亮，呀 boy London 的服が最近めっちゃ好きで、ちょっと高いけどすごく好き。おそろってする？boy London 日本にもあるやろ絶対。ボイランドの最近好きな、しかもこれめっちゃ後ろがコイン、見て後ろがね桜なんや、これだからめっちゃ好きなん、これ可愛すぎて買ってしまった。まあ結構前に買ったけど、夏ぐらいに買ったけど。ダーミン、はい、陳安、李陳安。那个 IG 的人，你有打算拍抖音吗？当然要啊，日本人讲英文都不是，不会念卷舌音。还好吧，浩克，谢谢 Lika 的厉害，还有麻辣油，当然了，我看看看，嗨四台，谢谢 Lika 的厉害，手撒个刀，我看一下，我看一下，海陆空 ，Hello， いいデザインやね、でしょ？可愛かった、めっちゃ、可愛かっこいい感じ。南野谢谢，晚安 ，Hello 汤姆，围炉，黑加伦伦。宣雅、思涵、ダミン、谢谢你的枫叶。普通に買い物して、最近出かないから買い物してない。緊急事態宣言じゃないの今日本。真的哦，期待。麻油、こんばんは。日本人过得了 N1 吗？我不知道哎，我没有考过。搞不好，其实我觉得考得过，一定考得过，但是没办法得100分吧，我猜。Rena，Hello。南拳北腿是熊果，彩虹花太冷酷 ，ZZ 罗姐 ，Hello 塔瓦哥，何度目の緊急事態宣言？何度目の緊急事態宣言？何度目？三回目ぐらい？四回目ぐらい？結構多いよね。可爱塔瓦哥，嗨嗨麻油，海陆空，谢谢你的枫叶，谢谢呼呼猫，企鹅虚沉沉，谢海陆空的枫叶。哎，今天拿到了企鹅生鲜，你好可爱！我还没看到哎，你可以 tag 我吗？因为我真的没有看过，我真的没有看过自己的企鹅生鲜长怎么样，可以传给我吗？東京の人でももうわからんわ。東京の人でももうわからんぐらい緊急事態宣言なってる。いつになったら渡航できるのやろ。ね、我忘了去领企鹅生鲜，你忘了拿，赶快去。看完直播就去。吴哲州 PM 鸭皮好，替酷酷猫给你讲咻咻。嗨妈，有工作装打个卡，好，加油。等我一下，好啊。谢谢呼呼猫 Olian Hello 五彩，谢谢呼呼猫的花枝精髓。什么还有 vaccine 可以？でも vaccine ってさ、あれ打っていいのと打ってダメなのとあるんでしょう？聞くところによると。好，我现在去领。不行，你现在要真心看我。
不可以现在去。Hello， 一款爱心贤儿，先拜拜喽。好哦，拜拜。是猴大内高手。希望としては三条年構成には行けるようになってほしい。いやー厳しそうだな。じゃあでも絶対来れるんだけど、絶対2週間隔離されちゃう感じになりそう。边走边看，这样太危险。你这样是会撞到人家怎么办？はい、ケックス。よっぽど健康に問題がない限り打っちゃ、限り打っちゃダメなワクチンなんて国は出さんやろ。あ、本当？なんかワクチンってそれまず手に入る。そのなんか誰が打っていい、なんかそういうなんか優先順位みたいなのあるの。南国威俊馆。Hello 小五妈晚安。William 刚刚看到粉丝转，原来同学来了，买的那个是明天吗？啊，对对对，我刚刚才知道哎，因为我刚刚那个金句姐姐跟我说，哎，那个你的同学来了是明天播放的哦，原来是明天了。Hello 小五的真情告白，谢谢你的真情告白。Hello 大家好，阿翔好，小张好，坠落好，Joy Hello。今は年齢高い人と基礎疾患ある人の順番。ああなるほどね。じゃあもうジョンカニは年齢も高い嘘です。お年寄りからの優先順位なんや。じゃあワクチンで高いのそれ。草妹ちゃん原来是明天。我好紧张我不想看。 Kaik Hello 这么快啊。快吗快吗？等了蛮久的呢。Hello 杨哥六秒。凤梨Hi Cookie 花枝精髓。 Hello 奇哥。 Hello 公主。 Hello 土豆欸花生。 Hello 幸运四叶草，谢谢 Cookie 四叶草。 Hello 草妹战勇哥。哦，当然环鱼，然后罐怎么念罐，然后那个吉祥物的吉跟吉叶的叶怎么念？杜物。Hi Cookie 谢谢你的花枝精髓。おじいちゃんやから早くワクチン打たせてほしい。いやおじいちゃんメイクしていったらいいよ多分。乖乖小熊维尼。 Hello 明朗谢谢你的 love。 谢谢 Cookie 的带我走。明天呀，期待明天。可是有点紧张。今は無料啊，今は無料なワクチン。あそうなん無料なワクチン。捧 Hello 捧小号的小号。 Hello 乖乖。 Hello 晚安一刻晚安来认识一下晚安魏颖。 Hello 晚安大家。なんか接種券ないと予約できん。あそういうことがあるんか。明天九点な。明天九点我没办法准时看呢。只能等到那个叫什么再播放，那个叫什么再播放的那个叫什么回放，不是回放，播放重播，只能看重播。我明天九点没办法准时看。那鲁多 Hello 明天要达标没有？你明天还有工作，就是没办法传给你了哟。好啊，谢谢。Hello 九个圈，阿奎东山姓洪。嗨，重播对，麻烦上镜头不用的，不是我当时的，不是上镜头上不，不会上镜头的问题，我是很害怕有没有就是被剪得很惨，就是我原本准备了。很多话，但是那一天太紧张了，然后我讲了三分之一吧，就是你原本准备的三分之一的内容。然后呢，就是我怕我讲的内容太无聊，然后被剪爆的。一看现在的小浪花，放心了，马上一定是最亮的那一个。很是乖感受，很是乖有的，这乖，我这个。何もなんか映ってなかったらどうしよう。笑ってる姿しか映ってなかったらどうしよう。ずっとね笑ってたんよその日あの。しかも浴衣着てたからめっちゃ暑くて、暑いし緊張してまた暑いし笑いすぎて暑いしで多分めっちゃ顔真っ赤、一人だけめっちゃ顔真っ赤なやつがいると思う。我明天我啊不是明现在的话题是明天播放的同学来了。我先跟你们讲，明天我应该是拍出来的，我的脸非常非常的红，因为呢那一天真的穿浴衣和服真的很热，噼里啪啦热，然后又紧张嘛，紧张就是身体会热热的，然后就很好笑又热起来，就是脸超红，真的很红。我明明就没有上太重的腮红，但是很红，所以呢明天就是你们会看到一个很红的，就是一个脸很红的。对，
麻油，就算麻油长得很无聊，我们也会半场的。谢谢，谢谢。特别是有个什么写错的哟，关明神 ，Hello， 马十二号，北百下。刚我们墨守会的一样，准备了长城的一大传神说，到麻友面前完全忘光光。对，就是我不是忘光光，只是呢，我想要讲完，但是我差不多讲到三分之一的时候，他们就会插话，懂我意思吗？比如说，我今天吃了什么什么，然后我觉得什么什么，然后他们会插话说，我也喜欢吃哪一个什么什么，那你有吃过什么什么吗？你知道吗？所以我就是没有讲完。没有讲完的时候他们就会插话，然后插话了就是我就会乖乖听，然后他们就讲到别的话题，我说啊好像我没有讲完，也没关系，就是给他们讲，全部给他们讲没关系的，但是我没有讲完。懂我意思吗？然后就是我这个点可能需要再练习，因为其实很多很多就是日本人的前辈们很会插话，如果他们就是主持人在讲话，这边的那个贵宾日本前辈们，他们也是我也是怎么样，就是他们讲话超大声，然后就直接插话，但是我没办法，我就想说第一次一个人上节目，然后好像主持人他们在讲话，然后我插话是不是很没有礼貌，然后就脑袋里面想了很多想要讲的话，但是我真的没办法，就是没有那个勇气去插话，你知道吗？ Hello 可乐老师， Hello 池生雪，有蛮有看到企鹅的翻子 bear 啊，有看到，太好笑了吧，我觉得拍得很棒哎。Hello 谢谢小玫瑰，我是个有眉毛，真的瘦哟，但是呢，やっぱ緊張したし、なんかそういうなんかタイミング、頭の中ではめっちゃ浮かんでるんよ。あ、ここでこれ言いたいみたいな。でも頭の中で浮かんでるだけで、なんかここでなんか初めて一人で出たし、なんかここで言ったら失礼になるんじゃないかなとか、逆に面白くなかったらどうしようかなとか、それ誰も反応してくれなかったらどうしようかなみたいな、いっぱい考えてしまって何も言えなかったっていう。みんなの精神の話は人生。喋り上手い人なら言いたいこと最初に言うよね。あ、そうよね。でもさ、聞かれて、あ、まあそうよね。でも最後にさ、なんかそういう打ち合わせみたいなの一応あるわけやん。打ち合わせで、あ、これは絶対に言ってくださいねみたいな、結構最後に置かれてる時が多いんよ。で、なんかこれは絶対に言ってくださいねって言われたことあったんやけど、で言おうと思った時にもう全部バーって言われてて、あ、言えなかったわと。そういうのでもう収録が終わっていった。そしてなんかもう顔が真っ赤になってしまっておしまい。あれと思って、なんでこんなに早かったの。ちゃん、あん、はい、小智、多分な、最初に言った方がいいかな、最初に言った方がいいかな、これからじゃあもう文法を変えるわ、最初に言いたいこと言うわ。シャオ自身的厉害、 Hello 田中、好久不见、 Hello ピーチョ、番組アンケートっていうか打ち合わせ、そのなんかプロデューサーさんとかの打ち合わせで、まあ、これはちゃんと言ってくださいねみたいな話があるんやけど、そうで、まあでもプロデューサーさんにもちゃんとなんか、あ、もうすいません、初めてなんでもう本当に迷惑かけちゃうかもしれないんですけどみたいな、緊急事態やったらね、そう、先斩先引、先斩先引、但是我真的很害怕讲错话，或是就是我讲我就是他们都没有什么反应，或是他们听不懂我的重点啊什么的，就是我会用脑袋，就是我会先在脑袋想想，然后就啊错过了啊错过了，然后就拍完了，你知道吗？贝类也 ，Hello 静 ，Hello 班长，然后原本就是好像有一集也要去上，但是后来我跟你讲这事情，就是原本就是我拍那一天，我拍明天播放的那一集之后呢，好像隔了一个礼拜还两个礼拜，我原本是要去拍，再拍一次，再拍同学来了，然后那时候很紧张，因为又是一个人去上，然后就想说，就是又要面对这个压力，虽然这是好事，但是又要面对这个压力，感觉就是其实心蛮累的。虽然很开心，又很荣幸，但是压力很大，你知道的。就是，然后呢，后来就那个通告取消了，被取消了。你知道我那天多难过吗？我真的是心情是这样，取消了。应该是我那一集就是表现得太烂，应该是我那一集我讲话太无聊，应该是那一集我做的反应太差之类的，
我真的是怪自己，我这真的很难过，就是经济姐姐也不会说为什么被取消了，然后就想说啊怎么办，然后就隔天吧，隔天我去问经纪人说，经纪人说哎请问一下为什么那个原本要上的通告不就是被取消了呢，然后他就说哦因为那个通告内容啊，因为有就是关于就是我们身份我们的这个偶像的这个身份不适合的内容，所以就是我们的老板嘛国多桑说还是不要去上好了，然后就说啊原来是这样子，我以为是我上次表现得很烂，然后就那边的制作人不想要我上这样子，然后那个经纪姐姐说，因为那个经纪姐姐不是那一天带我去的经纪姐姐，然后另外一个经纪姐姐好像跟那个经纪姐姐说，哎，那一天玛雅表现的还不错啊，就是虽然是第一次上节目，但是还不错啊之类的。我真的是，你知道吗？前一天是地狱，前一天就是啊，我表现的很烂，所以被取消了。然后隔天问了之后，就是啊，还有好险，不是我表现的烂，而是内容不太适合我去上。啊，真的是那两天真的是地狱，你知道吗？我会想太多。谢谢水母，谢谢中干的水母，还有陈安。我再讲一次，我用日文讲一次好了。Hello， 大家好。ハリーさんの武器はシレット投げさせました。ごめん、どこにあった？ごめん、どこにあった？見えてなかった。ごめんね。ハリーさん、シシにダメ行こう。ごめんね、見えてないわここで。もう一回言ってくれる？そのボケ。ちょっともう一回話すね。シシレックン来、Hello ミン。ね、この前あの。我先用日文讲好吗？我刚刚讲的内容，我再用日文讲一次。この前出させてもらった番組の時にね、もう次の回が決まってたよ。次の回も出てくださいっていうのが決まってて、あどうしようってなって、なんていうのプレッシャーめっちゃあるなと思ってて、であもう頑張んなきゃと思ってて、なんかその期間すっごい頑張って、なんかいろいろ考えたりしてて、でその考えたりしてたんだけど、あの番組出るその回が。取り消しになっちゃった、キャンセルになっちゃった。でマネージャーさんにあそれもう出なくていいよ、だからその日開けててもいいよ、スケジュールもうあの開けて大丈夫だよって言われて、めっちゃ悲しかったんよ。なんで悲しかったかっていうと、ハロー谢谢建哥的枫叶。我现在在用日文讲话，但是我刚刚讲的事情一样的事情。ハロー岩場ディ。それでめっちゃ落ち込んでたんよ。あもしかしたらこの前の明日なんか放送されるテレビ番組になってて、あのなんかちょっとなんていうんだろう、悪かったんかなと思って、なんかあんまり面白くなかったとか、なんか悪いこと言っちゃったとか、態度悪かったとか、まあなんかとりあえずなんかテレビの番組の人が、まあ、私は必要ないと思ったから、なんかそのなんていうの次のやつ取り消しにされたんかなと思って、めっちゃ悲しくて、もうなんか地獄みたいな、もう地獄みたいな、その夜本当に地獄。あーそっかーみたいな、あーもうこれからそんなチャンスないのに、あーこのチャンスを無駄にしてしまったなみたいな、就是错过一个机会的感觉。でその次の日にマネージャーさんにちょうど会ったから、あのねみたいな、すみませんみたいな、なんでこのキャンセルされたんですかねみたいな、この前そんなになんか悪かったですかねみたいな、どうしたらなんかもっと勉強できますかねみたいな感じで聞いたんよ。そしたらそうじゃないよみたいな、なんかね内容、その回の内容がなんかその回の内容がなんかそのアイドルとしてあんまりふさわしくない内容のなんか番組の内容コンテンツになってるから、なんか出ないようにってもう上の人がなんか決めただけであってみたいな。それでなんかその日のマネージャーさんと私を連れて行ってくれたマネージャーさんが知らないけど、なんかその連れてあの番組に連れて行ってくれたマネージャーさんが、めいちゃんその日良かったよみたいな感じで言ってくれてたみたいで、もうその日前日地獄、その日もう聞いた瞬間天国、あよかったみたいな、もう違うかったと思って。はい、超人の話題、不是、是有一点複雑的、对。ハロー、はいはい、ハロー、ミジャレイ、ハロー、フォンリャン。ギャラ TV、不愛生だったんですね、不愛生とは。それは什么主题？我也不知道、我其实也不知道是什么主题。就是公司觉得不适合我去、就对、对。啊，真的是前一天真的是地狱耶，因为我真的会想太多，然后隔天听到不是我表现的烂，所以就是直接变天堂一样，原来是这样子。这样谢谢小五的给你一个有熊抱，谢谢你的熊抱。我拿好升学了吗？要超美，真的吗？开心看你哟。 Hello 阿奎，酷美酷美不是康姆酷美哟。 Hello 哈哈，そうですか。そうですか。
塩対応アイドルにふさわしくないな。いやでも体型できるとシャーフェイスしますね。いやでもなんかやっぱり全然なんか喋れないなと思った。もっと頑張んなきゃな。マヤズマルマン、あ、メニューメニュー、明天会播放同学来了、然后我刚刚在讲这件事情。小猪耳朵 Hello。言葉じゃ足りないけれどキスしてあげる。ほくくめい Hello 谢谢晚安。レッグ谢谢你的护理师、谢谢你的、え、好可爱哟、这个半夜星星并不淡你。不是和马尔，难道是害怕吃东西的话题吗？或者马尔暴走撒野。友人とかの番組で鍛えられてたはずやのに。あああ放下我吧。あのね、でもね、やっぱメンバーがいるのといないのと全然違うなと思って、やっぱメンバーに頼りきってたから、例えばユーチンとかいてくれる、ユーチンとかみやびちゃんいたらもうユーチンとみやびちゃん頼っちゃうんよ。だから一人で出た時はもうどうしようってなるよね。もし間違ったこととか悪いこととか言っちゃったら誰も助けてくれるし、それをなんかまあそんなことはしないと思うけど、それを誰かがいじってくれるかも、いじってくるかもしれんよ。でそれにまだなんかうまく対応できるかもわからんしっていう、そういうこの曲が好きなのね。ズーポーではこんなに喋ってない。ズーポーは違うよ。ズーポーはみんな優しいやん。みんな優しい。原来是这样的礼物。好可爱的。再出一次护理师的声线吗？太可爱了。我的肌肤跟我一样好的。还是我下一次握手会直接当护理师。不错吗？护理师。呱呱 ，Hello 田中，こんばんみ。好像田中很少跟我聊天最近，为什么？哈喽呱呱，明天12:21我应该有空吗？我先跟你讲，我表现的没有很好。小江的话题应该会崩溃啊，不行。之前看到我们的 IG 讲到拍毕业照，拍毕业照吗？毕业照你觉得要去哪里拍呢？我已经在大学拍了，然后去一个咖啡厅，蛮漂亮的，也拍了，但是我不知道要去哪里拍。みんなにワクチン打つんよね。あ、そう、みんなにワクチン打つわ。だから我しっかり来れるよ。经累积经验也很重要。对，根本就是经验。对，就是我也很想要做，很想要表现的很好，但是我没有那个经验，所以没办法第一次一个人去上节目就表现的很好，没办法。那个梗，你快毕业了，会赶上吗？还好，还好，就没有什么感觉。因为现在也是礼拜一跟三去而已。对，但我现在期中考中有点，就是有点怀念那种大一的时候学习读书读到半夜3-4点，然后隔天早八就去上那个考试，然后。就是那一天也是读到读很晚很晚，那一周真的很崩溃，那个感觉很怀念。现在真不用，因为现在就是用电脑考试 ，open book 的那种，就是没有正确答案就可以随便写一写自己的想法，就过了。我就觉得好像没有那个学生的感觉。哈喽猫哥哥，谢谢你的告白气球，我都没有认真念过书。哈喽明朗水追，高中呢？高中会怀念吗？啊，对，前几天突然想到我高中同学已经生孩子，然后突然想到他，然后就问他说：“你现在还在当爸爸吧？”因为很担心他会不会分开，然后我就突然密他说：“你现在应该还在当爸爸吧？”然后他就说：“还在当爸爸，我很棒啊，我跟那个老婆也是很好啊。”就说。好开心哦，我真的为你很开心。就是虽然现在我跟高中同学很少联络，但是还是会关心的啦，互相关心。谢谢阿一可安的玫瑰。でもそんなにめったにチャンスを使う。そうなんよ。めっちゃその時にね。あのね、明日見たらわかると思うよ。大阪人っぽく行きたかったんよ。でもね、全然無理。全然無理やったわ。ずっと笑ってるだけのただの日本人。不好意思，それ一個不太確定是不是每個國家的都有畢業紀念冊。我不知道耶，这样我就要学麻油不喜欢看医生。什么？这样
像我就要选马友不喜欢看医生，所以你会不喜欢我的意思吗？ Hello Ting， Hello Ting， 马友被红色炸弹炸过了吗？什么意思？红色炸弹？夜まで勉強するぐらいならノーベンで行く。いや、大学一年生の時はすっごく真面目だったよ。我高中也是这样玩，直到有一次国文考试睡着。我现在当学校的助教，已经变成跟学校的老师一样，看日本留学生やる気ないね。真的假的？很厉害耶！台湾留学生直接当助教，也太厉害了吧！部活の表題でイベントの存在感見せんとね。いやー、厳しいね。雨后，哈喽雨后，马友喜欢小孩子吗？马友喜欢小孩子吗？我喜欢看小孩子，但是会不会顾，这是个好问题，应该是不太会顾，因为我是一个，在家里是一个最小的，我姐姐比我大七岁，我哥哥比我大八岁，从来没有碰触过小孩子，就是没有那个有小孩的生活，所以我很会顾猫咪。但是不见得会顾小孩。谢谢田中的打棒球。マユらしくなんで？マユらしく生きりゃいいんですよ。めっちゃ笑ってたよ多分。早知道马友怕医生表情好了。红色炸弹就是收到结婚啊！我跟你讲，那一天我已经在台湾了，所以我没有去过婚礼，真的太可惜了吧？那时候是暑假前。对，暑假前他就结婚了，他就办婚礼了，所以就没办法去，超可惜。披露宴邀请是红色报啊，原来是这样子哦。嗨，肥哥，好久不见呢。Wire， hello， 日本西藏是白色的吗？我都没有说过，我就不知道哎。面倒見るよりも面倒見られる顔、そうなんよね。面倒見られる顔なんよ。やっぱりなんかね、そうずっとそうだった。後輩とかもあんまりいなかったし。なんか基本的にあの先輩に気に入られるタイプの子だったから。ロナウド、シーシェ天堂の小浪花暗紅、小孩ダンちゃん麻薯羊就好了。マヤ有参加过台湾的事业？没有，从来没有。我真的没有参加过婚礼，我只参加过，就是有我的工作人员的身份去参加别人的婚礼，然后在别人的婚礼哭爆的员工。我高中的时候在婚礼打工，婚礼那个会场打工，然后那天有一个妈妈在，不是妈妈吗，忘记了，反正就是一个夫妻嘛，然后新娘新郎就是在念那个他们的那个叫什么，他们写的信给他们的爸妈，然后我就是站在后面，然后就拿着那个盘啊，好感动啊，然后被前辈骂，被前辈骂说你现在是在工作，不要哭。谁会在别人的，而且是第一次见面的那种，我要是打工，婚礼差不多两个小时、三个小时嘛，然后就。那一天第一次遇到那个客人新娘新郎，然后他们在那边就是念什么东西，我就真的好感动，好感动，好感动。那是第一次见面的，也不知道他们的故事是怎么样的，但是很感动，每一场都要哭。很玛雅的故事，玛雅内心很发达，对。有哦，还被前辈说你在做啥？对，在婚礼会场打工也太特别。我以前的打工经验蛮多的。台湾的婚礼西藏上的时间都是参考用。Kix， 谢谢你的小狗娃娃。那狗狗手势恭喜成功，恭喜要继续好好加。好像算是成功，但是要观察这两个礼拜要观察，然后骨头没有合起来的话。就是要再做一个大的手术。冰玉，谢谢你的小浪花。我看一下哦。马友 style， 真的马友也很爱哭啊，我真的超爱哭哎！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国中高中的时候还好，就是上了大学之后就莫名其妙，真的比较泪腺比较敏感一点，碰到什么事情都会哭。
我明明就很不想要流眼泪，但是就啊忍不住了，就流出来了，这样子。静，谢谢你的花枝竞赛。Hello 北京响，他说响，很感性，对，超感性，什么事情都可以哭。有事没事都会流鼻涕，对。落日一笑笑 ，Hello。对，多愁善感，那気持ち。そうね、冷静が弱くなってきてるね最近ちょっと。鍛えるわ冷静。みかん Hello、TW Hello、落日一笑笑、谢谢晚上好。那时候的麻友，如果捡到钱会哭吗？应该是不会吧，可是掉钱会哭吧。捡到钱应该不会哭吧，我会很笑得很开心。小球 Hello， 一块 Hello， 谢谢你的小浪花。都是豆豆类似的一个人，所有呢期待着。哎，可爱一个嘞，谢谢你的小方圆，谢谢你，谢谢你，落日与笑笑，谢谢您的礼物。那时候是听到新人给对方的一封信而哭。很想参加别人的婚礼哦，真的没有看过。刚才看于谦的 MV 有点想，对耶，那叫什么？我也想看一下，还是我看，我开完直播再看好了。谢谢明朗的告白气球，谢谢你的告白气球。有哪个你还没看呢？我今天一整天都在做中式，妈呀，忘了看。对，我今天根本没有用手机耶。MV 叫我说我亲，好，现在看吗？好啊，现在看好了。僕たちはさ，说不清，说不亲 ，Q I N G， 亲。空っぽの僕を，这个呢？蔡秋晨吗？呜呼，于晴，我们一起看吗？好像看不到哦，没关系。原来麻友也是用 Mac， 对。想看麻友的反应，看看那个男主角多少握手，要多少握手券？哎，看完看留言啊。好。啊！于晴，于晴，于晴长得好看啊！不好意思，他长不好意思。我看楚雨，哎，不好意思，这样。于晴，哦，真的吗？这个是什么？什么？他在讲什么？好好奇哦。啊，好可爱！哦，我好适合哦，超有气质的。我根本没有在听歌，你知道吗？根本没有在听歌。全然曲聴いてない、もう友人しか見てない。无法释怀，爱已走散。乌鱼不在，怎么鱼在耍赖？有种无奈。Hello， 麻友要拿出荧光棒了吗？啊，元气！太安静的存在，像我的爱被离子给眼里艳离。燕埋燕埋，他的沙发碰到他的肩膀了，怎么可以这样子？啊，振り返り美人だわこれは、素晴らしいわ。他的肩膀碰到他的胸口了，怎么可以这样子？哦，他的侧脸好好看哦，他的耳环好好看哦，啊天哪，好好看哦，这个背影。他在画什么？淤青。有种伤害，对不起，我没在听歌。对不起，对不起，我就知道会变这样，所以不想要现在看啊。雨晴嘞，我想看雨晴，对不起，我想看雨晴，我想看雨晴。太安静的存在，像我爱被离智给掩埋。至少要念个歌词嘛！哇，好厉害哦！
怎么有人这哭这么好看？为什么我哭的那么难看呢、啊？他哭的那么好看，哇、哦，好好看哦！对不起，我真的不懂歌词，因为我没在听歌，我在看剧情，根本没有想要流眼泪，因为我在看剧情，我在看剧情，我在看剧情。我等一下开完直播再看一次，然后认真听歌好吗？我现在只能看雨晴，哎，然后呢？雨晴呢？哎，是不是结束了？等一下，我要看雨晴哎，等一下，雨晴呢？然后再看一次雨晴的画面，啊，有了有了有了！不够勇敢，所以呢？雨晴呢？啊，这这样而已吗？啊，怎么这么三分钟过得那么？这么快的吗？哎呦，太好看了！哦，雨晴真的好厉害哦，我觉得雨晴可以当演员呢，超强的。其实你跟我们一样，我跟你们一样都是迷妹。喂 ，Hello， 麦茶，其实你跟我们一样，我在看网友七七脑粉，麦茶的 reaction 比雨晴的 reaction 更难看。麦要拍 MV 的话，我也会变成麦友一样才怪。没在听歌，我真的没在听歌，我真的没在听歌。哎，搞不好我真的很认真听歌，搞不好我会哭出来。但是我真的没办法认真听歌。我的雨晴太好看了，太好看了！你好像现场转播员。完了，麦友认证男主角必须死，我没说。麦友整个状态好像迷妹，看我看留言，哦，看留言，好好看留言。看留言，为什么要看留言？看一下，看留言，我怎么看你留言？怎么看留言啊？有了有了，很多16件的 comment。哎，歌真的很好听，七七的演技真的好精，不会念，被七七的眼泪还有这首歌感动到了。哎，月城哥哥，什么？为什么你躺在受伤的那一段是在笑啊？哎，谢谢让七七出演人民女主角，歌很好听，加油！七七后面哭戏真的好强。先看七七的，七七演得很到位啊，真的。哎，七七表现得很好，七七演技很棒，七七那一段哭戏很厉害。ゆちんちゃんが可愛いのは確かです。それに演技もうまい、めちゃくちゃうまい。めっちゃうまい。阿青好美，真超美的，赶快分享起来。很棒哎，雨晴超棒的，我赶快，我等一下真的一定会截图截报，然后就传给他。哎呀，好开心哦，就可以慢慢的截图了，然后就传给雨晴，然后就那个设定成那个 B 组的 LINE 的群组的大头贴，很棒。我等一下开完直播就要这样做了。あとはあれ、あの、後で友人の出てた MV の画面をあのスクリーンショットしまくって友人に送りまくって可愛すぎって送りまくって B 組のあの LINE のグループのあのアイコンを友人の泣き顔にする。あ、泣き顔にやめよう。あれでしょ。バイオリン弾いてる時にしよう。カメ写真の厉害、笑死。超好的，哎，可是我还是觉得你们也要留言一下，就是，哎，歌手前辈唱的怎么样？我觉得还是得给一下，给雨晴面子，也不是，就是我觉得还是不要一直留雨晴的留言比较好，我是觉得，如果我是歌手，然后就是。如果我是歌手，比如说我们是唱呜吼呜吼吼，然后大家留言说，哎，那个旁边的土著好帅哦之类的，我就觉得有点心情没有很好，所以我觉得我知道大家都在看雨晴，然后我也是都在看雨晴，然后我等一下看完直播还是会认真听歌，我觉得大家也可以留言其他的，对。七七的当然也要，但是其他的也可以留一下下。
我觉得卡米谢谢厉害 ，Hello 店长，还没看，我怕我对男生那就这样过敏，不会，不要这样讲。求现实动态发雨晴看到心头贴的反应。MV 我都在看，七七男主角是谁？所以那个聞いてないめっちゃ。後で聞く、後で聞く。今はとりあえず一回目はユーチンのこと。所以我晚一点要去平衡下留言，不然歌手哦，我也觉得就是不是走心会不会走心的问题，就是要给一点点就是面子吗？饰演女主角反而成为焦点，对，就是这样不太行。反正你们是个非常非常棒的粉丝，他们看到很多留言，他们也会很开心，他们会觉得啊。AKB48 TP 的粉丝怎么那么好？就是不管谁去演戏，谁去当那个女主角，就是怎么讲很难讲啊。就是我希望大家都会觉得你们大家都会知道你们多棒多厉害。看我 MV 心得，骑车戴安全帽真的很重要，真的。妈呀，很适合当转播员，不好笑，这样不太好的感觉，对。这就是 sweet， 妈呀，七七不是重点吗？看 MV 心得啊，我看到，你们心中的主角是，你们心中的主角是七七嘛？但是他的粉丝的心中的主角是一定是那个歌手啦。我要导最近很忙，还有一个小弟的课程要处理呢。天下 ，Hello， 我叫浪 ，Hello， 肉粽。总播员适合吗？很棒哎、欸！还是我再看一下小弟的那个课程，那个五点以后的那个广告，我也会尖叫哎、欸！所以他粉丝要自己刷啊。肉酱 ，Hello 肉酱，不会啦，你看看在台湾职业棒球队也是三岛啦啦队底下的，真的、哦。同学来了照片真的很好看，同学来了照片什么照片，我怎么都不知道哪一个照片，我有发吗我忘了，我有发吗？我没有发吧，谁发的？就是冰，好，就是冰，我的头贴你可以看点一下。诶，这照片是哪里来的？哪来的？官方的，官网有啊。哎，真的，你说 AKB 的哦。哎，大家赶快去留言。你是 AKB48 TP 的官方的 FB 有发我说什么明天播放之类的吗？你们赶快去留言。拜托拜托拜托，大家现在马上去，TP FB 官网留言说，哎，妈呀，很棒啊！妈呀，和服好适合、哦，妈呀，好可爱哟、哦，好期待哟、哦！妈呀，自己说明天播放出来的妈有脸很红，表现的没有很好，但是没关系的，反正就是第一次看的嘛，我们会体谅的之类的。靠后奶，哎，对不对？靠后奶，太美了，刚按赞，不行，只按赞，你们要留言。拜托，我绝对不会说我被马友逼来留言的，你不可以，不可以，早留言好了，哪里用得到马友提醒？真的，拜托大家赶快去留言，哎，留言几次都没关系。靠后的英语，这个的靠后的英语，这个的靠后的英语，哎，我讲六个对啊，留言了，很棒，冰雨，谢谢冰雨 ，Hello 妈妈，冰雨谢谢你的看好你，我想什么想啊？这哎，你说想留言内容吗？没关系啊，你就说啊，妈呀，好看哦，妈呀，好看啊！虽然我是腿控，这样就好啦，对不对？我帮你想好了，赶快去。Hello， 是山伯伯店长。Hello， 妈妈，赶快去进，我帮你想好了。顔の英語なに？本の英語？ Facebook。Facebook ね、そう。ジョンカミもちゃんとあの留言してね、留言あ、ジョンカミのコメント考えてあげる。あ、やっぱり日本人は浴衣が似合いますね。めいちゃんの浴衣姿惚れ直したみたいな感じで。マヨじゃあもう来留言。カメイ、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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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メイだ。クメイ、
帮我留言。我说在那个官方脸书那边同学来的那个留言说，妈呀，好棒啊！だから開かないって。いや、無理。作って、今すぐ。那我要留什么？店长，你要留卡哇伊好了，麻油卡哇伊这样。先不要，哎，先不要，留好了耶，很棒，这边看不到腿耶。对啊，就是近是腿控，所以就是不管说什么，就是后面一定要加个，虽然我是腿控，这边看不到腿，下班回在路上，到家一定留言。好啊，可以，谢谢你啊，这边看不到腿。留言暴增耶，耶，很棒！哎，好，还是我现在看？哎，不是啊，我没忘看。有马路布 ，Hello， 谢谢 Tom， Hello， 马油卡哇，有马路布。啊，大家赶快留言哦！我做官方来，官方脸书。嗯嗯，我按赞就好。哎。好吧，拜托，留言区留言说谢谢妈呀对阿姐的照顾，这样应该还好，最后没说腿控吗？对，妈呀来个反粉怎么样？同意一下，大家都留言，那我分享好了，分享留言都要，妈呀希望我留言什么我就留什么，好，你没有灵魂，土豆你就说。妈呀拜托不要叫我滚。好像我这样子就是留言，看到留言的人应该会觉得妈呀不要叫我滚是什么意思，妈呀个性很差吗？妈呀是不是不是樱花妹？妈呀是不是那种叫人滚的那种？明明这里有问马主决战了吗，然后只是被推走了。对啦，谢谢麻药对阿姐的照顾，虽然我腿控，傻眼，而且没有关联到吗？谢谢麻药对阿姐的照顾，虽然我是腿控。好，麻药一个一个交代好了。嗨水嘴，嗨呆呆。哎，粉丝被扫控中。冰雨，你刚刚留言了什么？好笑，不良少女麻药，不要你们不可以留言取些。写说不良少女麻友今天变成樱花妹之类的，你绝对不可以这样子哦。你要说什么？哎，原来麻友，我不知道，跟平常一样很有气质的麻友之类的，麻友最强了。握手会都要防弹背心，期待。好了，我想想怎么打，你就打刚刚我这样子说的嘛。不理刚刚要知道，怎么跟你们还有个哎 Facebook 作って。考那方作って考那方，等等要检查一下留言吗？一定要。香菇再想想好了，香菇你用日文好了，你假装你是个日本人，然后就说好想你哦之类的。妈呀好漂亮，我被妈呀脑控了。哎，很棒啊，大家好乖，大家好乖。心灵 hello， 超哥 hello， 方言 hello， 作っても方言やからどうせわからん。やわかる。ちゃん日本語でやってくれたらわかる。对也可以用日文捏，对，开始脑补的麻油要检查我，那我删留言，为什么你要删留言？为什么你要删留言？不可以不可以，我等一下真的要看，不然就是现在看哦。我等一下刚直播马上看。大家每一个人都留言了吗？每一个人都留言了吗？留言分享很棒哦，然后明天，我有一个很想拜托你们的事情，真的，我现在开始拜托你们好了。同学来了，播放了之后呢，不是放到那个 YouTube 上面吗？不是吗？好像有，对不对？就是他们也会，他们也有 YouTube 频道，对不对？然后就是隔了几天呀，我不知道，就是反正他们也会在 YouTube 上。放一样的影片，一样就是播放过的影片嘛，希望大家可以在那个同时也来到的频道的那个留言区留言说，哎妈呀今天表现得很棒，虽然还没播放，然后不见得我表现得很棒，但是我自己也觉得表现得没有很好，但是呢
你们可以帮我在那个同学来了的我上的那一集的留言区写说啊，马友好可爱哦，希望下次也可以看到马友之类的。哦，拜托你们了，拜托你们了，因为我真的很害怕下次真的没有什么机会，所以希望大家就靠你们了，靠大家了，我没办法自己留言，所以好啊，你要付多少钱？好问题，我会用全力握你，握手会的时候握你。留言区在哪？哦，还没播放。我跟你讲，我现在开始宣传那个影片，但是那个影片还没出来，重点是还没播放，就是那个明天会播放。然后现在是 AKB48TMTP 的官方脸书有宣传说明天马友会放上这一集这样子，然后我希望大家可以在 AKB48TMTP 的官方脸书那个留言区写说哎，好期待哟之类的。然后呢，明天会播放吗？播放了之后，同学来了会把那一集放在他们的脸书啊，不是他们的 YouTube 频道里面。然后那个影片出来了，我会再宣传一次。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在那个留言区说，哎，马友表现得很棒，希望下次也可以见到你之类的。马友养完军队一定要养的。やだし、ダメ、絶対、いやダメ。いやこれはやっぱり頼んなきゃね。頼れるところは頼んなきゃ。だって分かってるもん。自分がどんなあのパフォーマンスをしたかも分かってるし、自分が何を言ったかも分かってるから、これはみんなの力を借りないと私は次の機会がないですとか。だからみんなにお願いします。それがなんか YouTube があのチャンネルにチャンネル YouTube チャンネルにその動画が出たらあのコメント欄で次もメイちゃん見たいですみたいな書いてくれたら、プロデューサーの人とかが見てメイのファン結構書いてくれてるじゃんみたいになってくれたらさ、もしかしたらさ、1年後とか2年後とかにさ、あ確か藤井真由ってやついたな、そろそろとすすようかみたいなさ、まあさ感じで出させてくれるかもしれないじゃん。だからそこはお願いします。我看一下，留言区在哪？谢谢马友的500块，我觉得很棒，现在还没播。对，再给我 NG 搞 NG 的跟谁？马友要大大的方方的输啊！不要边讲边笑，香菇还有致命，谢谢你们。王军是吗？没问题，我在西安那边有很多留言经验，很棒。不能这样想啊，一定想会有机会的，所以我要靠你们了，我真的要靠你们了。你知道之前有叫成员粉丝这么做，留言区后来变怎么样吗？我不知道哎。马友完全出动，要谁都没得对。马友养，是在七七的 MV 留言，马友可爱，不行，不可以这样子。马友放军团出动，谢谢。ハリさん来た。それやったら日本語書いても分からんよ。あ、そうだね。じゃあ、あの、日本語でも何でもない。何でもいいよ。何語でもいいよ。何語でもいい。とりあえずなんか、眉って書いてたら大丈夫。我跟你一样好了。我跟你一样。跟你、跟他一样什么。我等一下找你、你等着。什么？我留言说、下次找林杰。来，甚至林杰来会不会被你打？不会啊，可是你不要直接林杰好不好？这样子很没有面子。你可以写说啊，下次希望可以看到林杰跟马友之类的，拜托，拜托给我一点点面子好吗？Hello， 客家语怎么译呢？客家语怎么可以？但是你要写马友这两个字，他们才会知道啊是在讲马友的事。你在 TTP 官网留言完毕，谢谢。Tuffy Hello， 你们可以一起去了。对啊，可以一起去。My more please， 哎，好像不错哎。某个 YouTube 影片底下大概有20几个留言，都是面面叫我留，面面好可爱，很棒哎，我觉得超棒的。你们可以一起去。Hello 小月，小秋 ，I can't， 因为我发现天大的秘密，天大的秘密，什么秘密？我想知道。Hello can't 玫瑰，谢谢你的玫瑰。达比好久不见，也不是好久不见。达比，さっきはあの明日出るあの放送されるテレビ番組の話をしておりました。戳戳你，谢谢 Cake 的戳戳你。哈，各位不要太什么要改了啊，尊重一下马友嘛。谢谢台文也可以吗？台文，你说台语吗？他们看得懂就好了，我看不懂没关系啦。嗨嗨 ，Hello 达比。下次主题喜欢马友基的日本人。
欸，其实我没有很喜欢麻油鸡，好吗？我喜欢臭豆腐，可是我没有很喜欢麻油鸡。网友麻油，请我当萨古拉，没有，不可以。虽然是事实，还是不行啦。我不是压改的，会尊重麻友的，最多不留言。喂喂，静阿爸阿爸，我会跟阿姐说的哦。我有看到那个哎，紫竹不是有捏那个成员们的那个吗？那什么角色吗？我不知道用什么 APP 做的。捏出来的那个东西超可爱的，然后粉丝不是有做吗？然后我又看到101辣肉的四个人的那个捏出来的那个东西图片，超 Q 的哎，真的很 Q 哎，很厉害。我没有那个才能，没有那个天分，所以我觉得很厉害。樱花宝宝，很多人帮你捏，有很多人帮你捏，很可爱耶，超可爱的。你这句就阿杰 ，Hello 阿杰，对呀。那个鱼特捏的他很哎，对对对对对，就是鱼特的，我看到鱼特的很厉害耶，超强的。没关系啊，没关系啊，我看到那个鱼特错的很厉害，我真的很开心。Hello 入魔，嗨嗨陆空，那个城市叫 Unido， 我不知道，我应该是没办法，我没有那个天分，还是请人家帮我好了。ずっと始まった行こうかな。そんなこと言うのめっちゃ泣くよ。もうこの前の2回3回ぐらい来てくれてないのもそれで涙4回、それは嘘ついた、4億回ぐらい流したわ。我觉得你被捏的。你被捏的也蛮像，我觉得蛮像的哎，就是有那个立边脸的感觉，有真的很像。原主子的二阶团 ，Hello，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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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絶対持ってる，いや持ってない、4億回流した、4リットルの涙流した、もうカピカピになってるよ今。Kix， 谢谢你的告白气球，谢谢你的告白气球，谢谢金华 He， 谢谢金华 He， 那个真的很厉害，有捏到声音，对啊，超强的，你四个人都捏真的很厉害，那捏一个人都很花时间了，真的，那紫竹也很厉害耶，紫竹超强的。それはハリー君の怪我で流した涙。ハリーはやばいね、マジで。ちょっと早く元気になってほしいよ。もうジョンカニがライブ配信、ハリーでが怪我した時は心配で、でも命は取り留めたからね。4億回涙流して4リットルってすごいわ。あ、確かに。違う、4億リットルの涙。あったよね、なんか1億リットルの涙っていう映画。对、紫竹也超厉害、全部超厉害的。クメイ、ハロクメイ。我不是上次不是说那个我刚刚我大学的同学要去澎湖玩吗？结果好像没有时间，所以改到宜兰了，这超近的。但是我们会包一个民宿住，感觉也不错。然后我想去那个斑比山丘，超想去的。あれ壁紙用に作ったやん。壁紙用に作ったやん。1リットルの涙っていうドラマ、あ、そうそう、1リットル、あ、さっきなんつったっけ、1億リットルつったな、あ、間違えた、1億リットルは多すぎる、1リットルの涙知ってるよ。あ、なんかね多分なんか病気になるやつよね、確か違うかったっけ。ハリュー、ハロー、ションハオ、ハオ、ハオ、はい、チュンハオション、ハロー、ランス、マディ。そんなにいない人なのか。そう、4億リットルぐらい泣いたよ、ジョンカニがね、3回ぐらい来なかったから泣いた。でもタピも結構最近遅刻するから5リットルぐらい涙も出てる、出そう、5リットルぐらい涙出そう、タピ最近遅刻するから。1億のさ、やば。
Hello， 眼巴地，小五，呀 ，B B， 想买澎湖嘞，完全不觉得澎湖好玩嘞。哎，真的吗？可是澎湖有海边呢，海有海边就有美女嘞，有美女就好玩了，对不对？不是这样子想的吗？你们的脑袋不是这样循环的吗？みんな単位がおかしい。単位おかしくない。単位おかしくないよ。てかさ、昔さ、そろばん習ってた時さ、一時百千万、億兆、十万、百万、千万、億兆、計、概。は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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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って言えてたのにさ、これから言えない。億兆、計、概の次何？代代、有美女就有馬友。え、你怎么帮我长出来？想也知道，并没有哦，是这样子吗？哎，我跟你们说，那个，一十百千，万十万一百万一亿，一百万一亿，不是啊，一百万一千万，一千万一亿，一兆，我古错 K 盖怎么念？我个错，一兆的下面是什么？そこまで使わんからかい。じゃあなんか思い出したよ。さっき思い出したんやけど、さっき思い出せんかった。澎湖，我只知道阳光沙滩、海浪、仙人掌，还有一位老船长，完全听不懂你在讲什么。之前跟林姐是有去过斑比山丘，我跟林姐去过斑比山丘。千万的豪車とか、そうなんかさ、みたいな来るやん、最終的に、みたいな、めっちゃ長いやつ、あれ使ってみたいよね。めっちゃ使ってみたい。なんかソロ版になってる時に、なんか一回だけ使ったことあるんよ。还是记错了吗？我跟他吗？我跟他去过？没有去过。你记错了，完蛋了，腿控的阿静记错了。どんなところで使うの？なんかソロ版のなんかで使ったことある気がする。屋上警戒なんちゃらかんちゃらかんちゃらぐらいのところのやつ使ったことあるよ。それさっき思い出した。全然忘れたわ。でもイスキさん、双眼、アクイ、企鹅、暗紅、キロキロダレンダ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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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ダダラ。何言った？あ、そう、何言ったや、何言った、一年言ったの涙。これから何言ったいっぱい使っていこう。多分宇宙の物質全部かき集めてもそこまでないと思うけど。ハウシーファンジショーディアルス。落ちた。ピンとこなさすぎてダメだな。何言った？マジで、ジョンカニがこの3日間、その3回ぐらいのライブ配信来なかった時にマジで、何言った並みの、一年言ったの涙流した。一年言ったリットル。マジで一年言ったリットルの涙流した。やば、一奈ユタやばい、いいね。あ、これから大好きっていう時に使うわ。一奈ユタ好きって、一奈ユタ、奈ユタ好きって言う。奈ユタ好きって言ったらさ、大好きのなんかもうすごい超えてるみたいな。奈ユタ好き。ハラトモはシャウ来なかったって、全然ピンとこない。奈ユタ好きって言うわ、これからね。ハリュー、私もナユタ好き。意味はハリューも私めっちゃ大好き。ナユタ好き。違う、一眉大好きじゃない。それはなんかもう一やん、ただの一やん。ナユタじゃないとあかんね。メイちゃんのこと好きすぎてナユタ。それ待って、違う、なんかそれさ、ユがさ絵に変わったらやばいから。メイちゃんのこと好きすぎてナエタはやばい。ナエタに聞こえるからさ、やめて。ナエタ好きにして。ナエタみたい、それなんかナエちゃったみたい。好可爱。 Hello Lin。 台湾的大家觉得，你们在讲什么？我听不懂，怎么听不懂？对不起，好像太难了，讲的事情太难了。ナユタはやばい。ナユタはダメ。だからナユタ好きって、これから流行らせよう。ナユタ好き。マユタも嫌や、なんかダサい。藤井マユタです。嫌です。それは嫌です。マユちゃん、自分マユちゃんナユタ好き。いや、これなんかめっちゃチャラ男みたい。めっちゃいい感じやん。ハリさん、チャラ男計画しよう。ハローエンバーディー。ハローズリョーチャー。ハロロー。なゆた。
丸子 ，Hello 丸子。哒哒哒啦啦啦，当当当。你看看，我们讲那个，我们讲那么奇怪的事情，台湾人大家都不敢留言了。知らん人やったらナユタって女の子かと思うわ。確かに。私ナユタ好き。確かに。可愛い。一麻油可以换什么？一起麻油可以，一个麻油可以换什么？什么？我根本没听懂。对不起，对不起，我刚刚讲的有点奇怪的事情。ナユタ是一个单位，就是那种千百百千万。兆亿是不是那有多那有多，就是比如说这个钻石是一那有多那有多快之类的，那个单位没有洗。今日もごなゆた好きのまい好きよまゆちゃん。可愛い。あいいね、これごなゆたの好きよまゆちゃん。これなんか歌詞にありそう。これ AKB の歌詞に書けるよ。これごなゆた今日もこのゆたの好きよ君へ、ありそうじゃない歌で。一なゆた園いいなよどゆん是多少钱。なよど的中文是什么？なよど是一个单位，单位。然后なよど的中文是什么呢？那个麻油多可爱。那多那有多不是十百千万亿点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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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哪有多？对对对，すごい説明上手。じゃあ中文的话，十百千万亿兆，然后嘞，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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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有多吗？还是不一样的。哪有多的单位中文是什么 ？Hello， 谢谢丸子的小浪花，大家一起学一下数学，不对，算术。谢谢你的厉害，谢谢丸子的厉害。Hello， 我是藤井麻友，我来自日本的大阪，我现在在台北。原来哪有的是千亿？千亿？我以为你们在说喜欢多少麻友啊？不是，就是，很难解释哦，反正就是一个奇怪的日文，收回。哈，要算数学哦，我要先走了。我数学也不好。小优好厉害哦，个十百千万亿兆金改细让勾润正在即，所以哪有多是哪一个呀？哪一个是哪有多的位置啊？个十百千万亿兆金改，我不会念了，不会念了，不对，是一十的二十八次方，所以是28个零。那我的不可思议无量大啊，是的，不可思议无量大事啊，是的，无量大事。無料袋子，一年無料袋子，我要一个麻油单位，对，老板麻油多一个，后面单位名字都好奇妙，对，無料袋子あるよ，無料袋子ある，無料袋子あるよ，だからあそれか無料袋子にすればいいよ。中間のこれからの名前無料袋子麻油にしよう。反正就是天文数字，对，吉的后面两位是才是哪有多啊？吉的后面两位数字才是哪有多？好厉害呀，大家！中文应该是哪有他啊？原来是哪有他哦！啊，哪有他？那个麻友是他的，那有他记好了。無限でよくね？ダメ。無限はなんか適当な感じが好き。なんかさ、無限にないちゃんのこと好きとか言われてもなんかピンとこない。やっぱりそれは無料対数ぐらい好きって言ってほしいね。翻译问题都可以，原来是龙也赛。那有的是一七掛ける十の六十，読めん、わからん、何もわからん。小佑你很厉害耶！那有的说那有的。QQ 洛洛 Joshua。
麻油他装有量词，对，装有量词麻油他。うちの分野では加算無限と非加算無限があるよ。AI の分野では加算無限と非加算無限があるよ。とりあえずだから加算無限っていうのはとりあえず加えることできるけど無限だよみたいなのと、もう加えることもできないくらい無限だよみたいな意味だろ。だから非加算無限眉にしよう。あ、非加算無限めっちゃいいやん。非加算無限眉、もう加えることもできない、もうすごい無限に美しい眉みたいな。だから眉をしてもらった那个麻油是我他的麻油他，这本数记载的单位吧，零个六个，零个六个的，六十个続くってやばいな。打烊哟，打烊打哟，麻油知道这个吗？打烊哟，打烊打哟，不知道哟。周浩学呢？周浩学对了。我看麻油饭改名叫麻油他，多到不可计算的意思。哎、欸，对对对对对对，很棒哎、欸！麻油他，羊羊，哎、欸，我听看看，打羊哟，打羊悠悠吗？哎、欸，啊，打没有，那个汉字，然后我以为是打烊，我以为是结束营业的意思，我真的以为是打烊，是那个结束营业的意思的那个，然后我以为是有这首歌打烊哟打烊，然后我以为俊在叫我赶快广播赶快打烊，谢谢美玲才在模仿，怎么样怎么怎么对不对？我知道啊，就是麻油握手会一直跟我说的话，好笑哎、欸，超好笑。念错了，这差太多了。まあ基本数学やね。0と1の間は深すぎ、0と1なんや、そこ逆に少ないところ。在这里也有加个日本人下班哟，下班下班。哎、欸，我以为是这样的意思。なんかなんか聞かないと思います。原来是打洋妞啊！我真的以为耶，以为是打洋。啊，好好笑，中文好难哦！嗨，小五，你跑来跑去，你很忙哦。用台语就是母汤哦，母汤母汤，对，母汤哦，母汤母汤，蛮可爱的。还是我以后的那个 catchphrase 变成：大家好，我是藤井麻油，你们是我不知道什么什么什么母汤哟，母汤母汤，又唱了新的麻油鱼，真的。聞かないと唱错了。哒哒哒哒哒哒哒。聞かない。赞赞。ねえねえ，我问你们哦，我说那个 good 那个赞，按赞的赞，我讲起张张哎，我讲的很像张张的张吗？因为我上次。我跟朋友说，哎、欸，这个超赞的，然后说哪里脏啊？我说很赞，然后说哪里脏啊？我就觉得啊，莫名其妙，我明明在讲，哎、欸、，it's so good， 我说很意呢这样子，然后我讲的很像很脏吗？脏脏，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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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吗？我真的很怀疑自己的中文呢，我真的不知道要怎么讲了。不怕很标准，真的吗？真的有癖呢，也不可能。我觉得他们在闹你，是这样吗？他耳朵不好，是这样子哦。我要截图，我刚刚截图，你知道吗？我刚刚截图那个镜的，我觉得他们在闹你，跟水锥的他耳朵不好。就是我等一下传给那个同学说，你上次不是说我的发音很不标准吗？我讲几次都就说你讲的好像脏，然后就等一下传给他这个截图，我粉丝都说这样了，粉丝说你耳朵不好，不是我的问题，我在跟他说你，我在跟他说你要醒来，
马来西亚我看过中文最好的台湾人啦，你和他们，你和台狗，马友被你捉弄了，虽然还是有点肮脏，嗯，部分对，这分不太清楚。危ないですから離れてください。好在你是吗？是，只是来聊天而已，别这样，卖安呢，卖安呢。昨天啊，我刚刚去买排骨汤啊，然后呢，店员说，哎，稍等一下。然后有一个客人说，啊，不紧啊，不紧啊。然后，那个店员说，去哪里？今天哎啊忘记了，他说今天要点什么，然后他就说一碗排骨汤，我真的听得懂哎，我超想要，我一个人去买汤，然后我就超想要跟店员说，哎，我刚刚听得懂台语哎，超想分享，你知道吗？我当下真的忍住了，因为这样子很奇怪，但是我超想要跟店员说，我刚刚听得懂你们的对话了，超想跟他们讲。所以我现在跟你们分享，嘴巴两边要提高一点，才不会变很脏。不喜欢排骨酥汤，我记了啦，蛮厉害。可以为这个戏，加鸡可以为这个戏。MK， 好了 MK， 好了 Q 酱，単純那么远，いや嬉しかったな。めっちゃ嬉しかったよ。だってさ、シャン君もさ、多分さ、大阪行って大阪の何話の商店街とかでさ。めちゃくちゃ大阪弁でさ、ブワーッと喋られてさ、それが聞き取れたらさ、え、今聞き取れたねって言いたくない？你可以说一下他们也不错、什么意思？あ、さっきね、あのね、あのご飯買いに行ったよ。そしたらさ、あのそこのお店の人とお客さんが台湾語で話してたんよ。でなんか、あ、少々お待ちよみたいな、あ、大丈夫大丈夫みたいな、あ、じゃあ今日何頼むのみたいなので。そのなんか台風スープをみたいな感じで頼んでたよ。そのなんか会話を全部聞き取れたよ。全部聞き取れたよ。それでなんか嬉しいってなって、全部聞き取れたってなって、そのなんかおじちゃんな おじいちゃんみたいななんだけど、その店員さんに今全部聞き取れましたよみたいな言いたくなった。でもちゃんとこらえたけどね、言わなかったけどめっちゃ嬉しかったから、すぐに言いたかった、今聞き取れましたよって。返事みたいになっちゃうから、顺便可以看他们的表情呢。不过说到斑比山丘，真的很想要去奈良那里。奈良那边的超级多大便。なるほど。いや嬉しいよね。だからね、さっきも言ってた、多分ね、キノコちゃんじゃない、シャング、川市さんもさ、今日本で留学してるでしょ。で、例えば青森県とか、私でも聞き取れないようななんか言葉で喋ったりとか、大阪弁でなんか何話のおばちゃんとおじちゃんがいっぱい喋ってるので聞き取れたりとかしたら、今喋り聞き取れたでみたいな言いたくなるでしょって話してた。それより会話盗み聞きされてる人の気持ちよ。いやでもそれは盗み聞きっていうか、な、今日何頼むフレットが大丈夫よ。なるほど。ハローボチャラン、あれは全然聞き取れない、汗にそう。青森県は無理よ。大阪弁も難しいよね、普通にね。誰も共感せえへん。いや、してほしいな。今日本に留学中、あ、そうだよ。あのね、ハリトって言ってた。めっちゃ呼び捨て、今タピトって言おうとした、ハリトって言ってた。ハリさんとシャンゴーはもうね、マブダチらしいよ、マブダチ。だからタピも早くその2人の間に入ってマブダチになって。妈呀，真的有被大阪的欧巴桑给过糖果吗？当然有啊。香菇さんが困ったらすぐ炊きつけに行きます。マブダチだよ、二人は。マブダチだよ。でなんかね、ハリさんはもうね、香菇のことを女神様だったっけって言ってるんだよね。マブダチ。マブって言ってる。マブとは言わなくない？マブダチじゃない？マブとは言わんやろ、多分。ええな。タビー、ハロー、神、あ、そう、神。ジェフ、ハロー、ジェフ。なぜなら、ゆるるの生写真をあげるから、ハリさん。単純なハリピオだよ。小五、你怎么了？是不是网络不好？还是你在工作？还是你在忙什么？
ここタピ。わ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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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釣られてますね。釣られてますね。そうだよ、釣られてるんだよ、ゆるるに。ゆるるに釣られまくってるんだよ。ゆるるなゆた大好きなんだよ。まゆなゆた大好きではないんだよ。シャオ、你怎么了？你在吃饭还是你在上班还是你在什么？今天好卡吗？是吗？哎呀，我不要重叠，就拔掉吧。拔掉了，看看也不会会不会。ジャージさんの方が釣りやすいね。適当にどんどん映画でもあげ喜んでくれそうですし、じゃあジャージさん釣ろうかな。今から釣ります。シュッシュッ。あ、ジャージが釣れそうだ、釣れそうだ。もうすぐもうすぐ釣れる、もうすぐ釣れる。ジャージはどこだ、ジャージはどこだ。重い、ちょっとジャージさん重いぞ。これは60キロあるな。あ、釣れた、釣れたかな。釣れました。应该是我这边吧，又在吃日本粉丝的醋。羞羞，没有那么惨啦，下午一点到晚上8点还要爽。所以你现在是在ファンドースですから、メイン劇場。そう、メイン劇場、メイン劇場です。釣られました。食べます。今日は塩焼きにしてタピを食べます。スティーブン、ハロー。マジで TikTok 撮らなきゃ。動員、我要拍動員。掉到我。没有哎，怎么没有掉到你？你的膝盖有没有好一点？有哎，有哎，就是多了很多淤青，其他的淤青，但是原本那个拉链淤青变好了很多。马有钓我，别，你是那个钓鱼的时候会用到的那个，就是钓到鱼竿那个下面勾勾的那边的那个。那个叫什么饲料，鱼的饲料，你是鱼的饲料，我用你，然后就是钓别人这样。可能我留太多了，哎哎，阿爸不要。好きなアイドルに食べられるなんてオタクの。可爱すぎる，可爱すぎる，那不是更严重吗？真的超多阿扎的，所以我是 S R， 你是 S R， S R 的 ，S R 的 ，S R 的，快快拍。肩膀呢？哎，肩膀好像按的还是会痛一点点，但对，还好啦，就还好，还好还好 ，OK 啦，还 OK 啦。现在可以看到你久违的一抖音了吗？对不起，我有拍，只是没有传出去。对不起。ゆるるが前に出たので眉をつる。笑った。没有想要姐妹团研修吗？那是怎么规则啊？我也搞不太清楚。ジャージさんは消化不良のまま下から出る。自主規制。一点注意。记得去看一下。小五帮我看就好。帮我看就好。哎，我下次丢彩带给你，然后你把那个彩带，你用那个彩带帮我绑起来，帮我把那个肩膀绑起来，这样就好了。看帮外面讲 ，Hello 黄薇 ，Hello 小薇 ，Hello 苹果太阳炸虾虎老虎，最后一个老天爷，还想替你痛哎、欸，不会痛，你听，肩膀 OK， 你听。日本に捨てる神あれば拾う神ありという言葉があります。どういうこと、それはどういう意味ですか。日本には捨てる神があれば拾う神がありという。你都没有想出去，那可以放 IG 先动。我就是把自己的库存全部传给姐姐就好。麻友感觉麻友放可以握手会放医生，让麻友看医生。你棒啊，你棒啊，棒你棒。捨てるアイドルあれば拾うアイドル。悲しい悲しい、私は捨てられたくねえよ。捨てるアイドルなんて言わないで。还是觉得带你去看医生才是重要的。那下次不用带半球球套去公园了。違う違う。どういうこと？どういうこと？調べてみ。分からん。教えて。カニさんはリンリンと大人のなる方へ寄っていく。そうだね。うまいね。ハリさんはうまいよ。何を言うのもうまいね。リンリンとね、リンリンと大人なるっていうのをすごく掛け合わせて言ってるんだよね。そうだよ。もうカニはリンが好きだ。カニリン、カニリンだよ、カニリン。これからカニリンって呼ぼうかな。小星星スター、捨てる広い、捨てる髪あれば広い髪あり。じゃあ给医生麻油的ナイフミル不行。
我不会办的。如果阿姐说你哦真的很想要进棒医生，你会办吗？我想到公演前的直播都会一直提醒看医生吧。这次公演好紧张哦，我希望我可以跳得好好的。谁会来看？举手，举手，手给我看一下，谁会来？哎，我希望我可以，希望大家可以提前告诉我你们坐在哪里，这样子比较好找。カリリン、タロウ、ビー、ハリル。え、やだ、めっちゃやだ。一つも眉要素がなくてやだ。死んじゃうね、これは。もう今日ごなゆたの涙流しながら寝るわ。不会、他会说我们穿的舒服一点就好。对了，阿姐一定不会让你们。我希望我可以到第一排，为了偶像，奋力考上医科医学系的故事，很棒啊 ！Hello， 小星星，好啊，说位置再告诉你，好啊，我会到，很棒哎。土豆，你记得你是棒球的对不对？你很会接球对不对？如果我跳帽子，奇迹的帽子，然后。奇迹也搞不起，然后我的帽子飞去你那边，你真的要记得接哦。我怕你有偶像错觉，还是低调一点，不可以。你要先告诉我，你要先告诉我。这次午夜公演没抢到票，抱歉了，没有没关系。上次我看了很多次的你，什么意思？我的意思就是你在我前面，我看够看也不是看够了，就是。看得好好的，看得很满足，所以这次没有来还可以忍一下下，可是下次还是要来哦。そしたら俺がごなゆって慰める、慰めるだけかい、だけかい、だけかい。タピユにはならないのね、タピユにはならない。我要考上台大酱料，我也会看错了。台大酱料，台大酱料。不要乱接。那我还是带棒球手道去公园好了。Hello， 阿华华华华，马友选手的帽子飞过全垒打墙了。哎，看到一串 FV 马友滚了又开。阿华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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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你是皮卡丘跟阿潘的粉丝。你虽然没有对我有兴趣啦，但是呢，我还是希望你可以在 AKB48 Team TV 官方 FB 留言区留言说，哎，好期待哦，麻友表现的好棒哦，虽然还没播放，啊，麻友和服好适合之类的，希望大家可以帮我留言。土豆节奏的话，先录再说。アリーさんには少し思ってくれたけど、マユちゃんは不満だったらしい。いや、すごく不満ね。すごく不満。在ラーフェンス、我没有在ラーフェンス啊。我只是说，啊，你留完才来的。给你一万个赞，很棒。果然不一样，阿华果然不一样，真的是最懂事的阿华。太强了，很棒哎，你们超棒的，很棒。ジャージ、分かってもらえて嬉しいです。麻友ちゃんには伝わらないその愛情っていう。もう9時だわ、やば。给你麻友他的赞，他比我乖耶，我是不是要检讨了？你真的要检讨了。Helms， 乌鸡，乌鸡 ，Helms， 乌鸡，どういうこと？どういうこと？どういうこと？ホームズ、ホームズ、ホームズ、ウキ？わからん。どういう意味や？ロールイシャシャ、我叫浪マヨ零一。褒めすぎ、褒めすぎ。マユチームマユの一員として頑張りマユユ、イエーイ。え、頑張りマユユルル。也是，我也是该检讨了。那我就按照我，哎呦。哎，你怎么这样？你怎么这样？太郎，谢谢太郎，谢谢。后妹，呢？阿奎，香菇问号，怎么了？天真，妹。啊，そういうことか。啊啊，褒めすぎね。我真的还以为是，因为我要打开那个什么。
张开聊天区，然后就那个你们打字就变成就是有点怪怪的，就是后面 Sugi 这样，我真的以为是 Homes Ugi， 我想说这个英文单词我真的不知道 Ugi Ugi 到底是什么这样。一样的五号星期三才开讲，那之前一定会让网友给我祝福的。好，我提前给你，然后五号之前还是会给你。希望小五和大家可以抽到很好的位置。第二句给英文版，真的，如果是阿姐的天文镜，可能会办一张账号，也叫他朋友来留言。哎呦，镜哦，我是阿姐的好朋友哎，贺炳玉哎，你是哪里人呢？真的是没办法。Hello, Kitchen. はい、では9時になりましたのでここまででございます。今日もメイパワー全開ですね。谢谢小五的爱的小乔。那我到九点了，我要光播了。我光播了呢，第一件事情就是会去看大家的留言，所以呢大家记得我光了还是会给你们十五秒的时间。我光了给你们十五秒的时间，我就说了哦，那十五秒的时间内一定要留言哦，我会看的，我会做笔记哦。没有眼睛又这么红，有吗？还好吧，谢谢呢。没有发现我就是一切。哎，还有我给你的照片要记得看。好的，好，那我要念喽。能接到马尔帽子的位置就是好位置了，没有那种位置，你可以睡个觉再起来看。不要。我先看，我要先看，看看大家有没有乖乖。好，念喽。今天的第十名是静阿爸，谢谢阿爸，赶快去留言啦，阿爸。好啦，谢谢。那第九名是 Cookie， 谢谢 Cookie。现在第八名是呼呼猫，谢谢呼呼猫。现在第七名是田中，谢谢田中。现在第六名是落日与笑笑，谢谢落日与笑笑。现在第五名是 Maclagan， 谢谢 Maclagan。现在第四名是 Lega， 谢谢 Lega。现在第三名是明龙，谢谢明龙。现在第二名是小五，谢谢小五。现在第一名是 Kiku， 谢谢 Kiku。嗨，对吧？今日はここまででございます。マユ、ありがとう。Lega、ありがとう。Jack。麻油晚安，大家晚安，祝你们做好梦。哎，中间那个くれた，今日はおねだりしないでおこうと思ったけど、くれた、めっちゃ嬉しい。え、待って、二つもくれた？やばい、三回目。待って、めっちゃ嬉しい。ありがとう、三回分もくれたの？ありがとう、三回分もくれ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谢谢你给我三次直播分量的恰恰。ありがとう。これでじゃあもうこれでもうあのごなゆたの涙はちょっと乾いたかもしれない。ありがとうありがとう。ジャンクにごなゆた好きだよ。ごなゆた好き。晚安ありがとう。おやすみなさい。みんなバイバイ。今天直播辛苦了，不辛苦。大家赶快去留言。バイバイ。ありがとう。ごなゆた大好き。バイバイ。おやすみ。いまいちピンと来ないけど、ちゃんと考えたらピンと来るはずだから、こないだ大好きどれぐらい好きかなって考えて、今日は。バイバイ。今日めいちゃん可愛すぎて、心臓100なゆたときめいたわ。おやす。もう絶対、もう閉じるよ。